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保级区的焦点战，由天津队的谢尔豪九段对阵北京队的陈耀烨九段。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去现场看一看。对。相比于争冠区哈，是谁走得更远？那保级这边呢，就更为的残酷一些。对，因为昨天都是2-2，非常的激烈。那么今天的主将战可以说就是一盘抵两盘。对，我们这盘讲的就是主将陈耀烨跟谢尔豪。非常的重要。对，能够看到，作为两个队的这个在最后一轮的 PK。然后唐伟星九段这一次在季后赛的发挥，其实可能对他自己来讲稍微差强人意一点。但是最后一轮了，他肯定也是憋着一股劲儿，争取为队里贡献一份力量。对，唐伟星也是代表的天津家家队吧，对，然后郑这是旭，北京队的郑旭，对，然后北京队的韩一舟也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个棋手，大家也比较了解。他的对手李承森呢，也相对年纪小一点。这是天津队的李承森。这个最后一轮关乎到谁能明年继续留在围甲赛对，场都肯定大家都是全力以赴的。对，这个是天津队的王泽景对阵北京队的郭信义。是的，最后一轮了。那当然，除了主将特别重要之外，另外的队员也是。如果大家齐心协力，那么3-1也是可以的。因为昨天确实是比较激烈，打成了平手。然后胡玉涵这边的话是另外一组的保级对冲，对，他要挑战的呢是金志熙，而且他们这一轮作为他们的外援，实力外援伊利辽是因为赛程的关系对，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也是要凭自己啊去争取一个机会。许一迪，这是洛阳队的小将，对，对，陀佳希，是现在衢州衢队州的，队的一员大将。其实衢州队今年就是一直 PK 到这里，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也是有一点，因为对。毕竟他们也引进了像陀佳希啊、金志熙啊，然后包括乌光亚，其实都是很有实力的。他的对手叶长兴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在对，杭州训练的新锐棋手。吴光亚对叶长兴，叶长兴还是07年嘛，包括许一迪刚才也都是07年。我看今都天是。主要是洛阳队以锻炼新人为主，对，然后陈玉农是是衢衢州州，队的，他的对手周鹤喜应该已经算是洛阳队里大哥的一样人物了啊。相比于刚刚07的他作为90后的话，是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其实昨天的一度感觉洛阳队还有可能打一个3-1，就是如果3-1的话，其实今天可能对于压力就来到了这个衢州这边啊。但最终昨天是以2-2定格。那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讲解的这盘主将战呢，也同样是2-2打平，所以这盘棋尤为的关键。好，那我们来看这盘棋，这盘棋是陈耀烨九段的黑棋，啊，谢尔豪的白棋。两位都是，陈耀烨是3次世界冠军，对，然后谢尔谢尔豪豪也也拿是拿过过，LG 杯的冠军。对，世界冠军且主将的一盘焦点对局。对，然后黑棋的第五手还是比较少对，见比的，较少见，对，可能想不落俗套吧，他可能就是对，布局找一个对手不太熟悉的。至少这个应该豪哥肯定是没摆过，这种一上来就是先不守小目，然后以这个方向对着对手的是比较少见的。守了个角，对，然后黑棋挂角，这都是比较堂非堂常正稳正。健的飞了一个，对，然后黑棋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像这条边都非常大，对，他实战选的是这个。那白棋就下这个，对，一人一个好点，然后黑棋说："那我上面还有一这个，是一个好点，对，就开拆。然后白棋的下一手是尖冲，先冲一个，这也是对付这个黑棋新小目新小飞手脚的一个现在比较常用的轻小手段。他反正你爬他就跳一个，他觉得这个棋，将来还有一些手段，你贴呢，他有可能也是跳或者脱先都有。也是一个适应手，实战黑对，棋呢就实战脱脱先了，先也是一种下法。对，那个尖也是一个大棋。对，白棋搬一下，也是保留以后打吃或者点的味道，先定型一下。反正你这不走也没什么，你将来你如果贴，他就往上贴，你走这个，他再加过来。也没什么，你压的话呢，他反而有可能亏了，黑棋爬。
这样反而呢，你再是搬的也话，有点重，对对对，也你可没，能搬我就搬我顶就一点，顶住，嗯，黑棋没不太怕，嗯，拖线也可以，所以，嗯，所以的话这里白棋啊实哇，战是尖下冲，了一个谢尔豪，这盘棋还是放得非常开，虽然是保级的关键战，对。先冲一下得很灵活，个，因为如果说四路尖冲是比较容易下的对。话，那一般五路尖冲在选择的时候，心理上还是对实控有一点点的负担的。是，以前很少有五路尖冲的下法，我对，记得最开始就阿尔法狗有一次，对，对，那一盘跟李世石那一盘棋的尖冲，当时大家都挺惊讶的，但随着后来就渐渐的，有的时候五路尖冲也是会被采纳的。对。当然，我觉得程耀烨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喜欢实地的，其实你尖冲我的五路，他也是完全可以接受。那定型完以拖后再先，拆这个。反正程耀烨就一步一个脚印嘛，从布局，他的对，每一步棋都走在木一个上，路上，很有安全感。好，白棋继续尖冲啊，这盘棋真的，谢尔豪就是感觉很放得开，还是下得很灵动的。再一跳。黑棋接下来是碰了一个，碰他一这个，个碰还是不错的一手棋，尤其对这个单关手脚，这碰是一个常用手段，因为你不碰，将来被白棋猜一或者点一个二路点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双方的根据地跟目数都有差别，对，碰一个呢总是能这样先手便宜到总是好的，对，等于是先手交换。而且关键他现在下一手还有一个后续手段逼过来，他觉得未来我可能这里还对，能够骚扰你不走下一手其实直接就有点，你。是的。所以白棋是拆二，当然这是一个好点，同样也是双方的根据地和实控。黑棋飞。其实这棋啊，就是应该黑棋，可能就是应该直接先点点。进了。既然你不硬的话呢，你空城计嘛，那我就最好的办法，我就进城了呀。对，如果黑你棋可能，走，我就搬。对，因为这你样。不能搬下来，你搬下来我就接住。对，这个地方，如果对，你粘被一断，这一段你然即便后压先压我手也也可没有以。用。压我就顶，因为你现在得紧我的气，对，是吧？这样的话，我即便弃了，你也行。是我只能走这对，个，然即便后我现长一在点，必须收气了。我即便这样夹住这个被这样的完整的封住白棋也受不了。对，所以说白棋是只有粘回来的。对，那只能粘，我就往里面虎呗。我先把你的空破了，我只要能活了，活了问题也不大。对，如果你再跟着我硬的啊，话，那那我我总就好的，从这边怎么那我出头先都手好。便宜，怎么下都好。你封住呢，我就做活了，实地还是获利很大的对，这个挺地实在的，方。这白棋的这个角就被黑对，棋破掉了。对于黑棋来说，可能就是应该点过来这个棋。实战的这步飞呢，就其实白棋这儿一旦后的话，你就总觉得自己飞的不是地儿。他实战是飞这个，那么白棋压一下，压完之后然后把再棋回飞到这掉。个飞，对。那现在其实黑棋反而棋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对你你如如果果再这么下的话，他实战就是，他实战也是这么下。对，因为你现在我就接住你，反而不好下了。如果我你再想爬我接，顺势就冲过来了啊，那我你不管走什么我都冲过来了。就那你不会再跟我做这一下交换。对，这样的话还有就明显不如前面，因为你前面如果单接我就爬过了。对，你现在长依然是对，一个要点，但是我肯定首先不会再往上这两下。个就省很多了，黑棋这两个交换。对，我就哪怕顺势跟着走，或者是对，那走白黑棋下不面都怕。可以。所以黑棋现在先飞完的问题就是点的时候白棋淡定的单粘，这样黑棋反而棋形变得很奇怪。实战呢是顶这个啊，就是强调下一手的这个是，爬回来。白棋不能再在外面硬了，就被对，但爬这过样去。白棋能够把黑棋吃掉这样反而倒是被白棋长，这个棋反而黑棋好像不便宜，这样挺。对，因为双也是后手，就白棋非常的厚，对，而双这个被搬过来的很大。黑棋虽然有点想挺头，但这一带呢也不是很厚。对，你挺头的话，将来被我点了长过来的话，就等于说对，白好棋有收一拾。天还可以轻松的把你分断，对，但如果虎的话呢，又现感在觉就自己虎，的效率又没有那么将高。来被白棋冲过来这个地方，白棋失控还是非常大的。对，
那白棋现在觉得这一带可能有点薄，嗯、随着黑棋变厚了，嗯、本来还是补了一个。被黑棋袜粘这一手是一手大棋，嗯，虎一个也是一手大棋，补住。黑棋点是全力，嗯，白棋粘上。对，虎一手下一手挡下来，这个也非常大。嗯，啊，所以黑棋爬。嗯。小号点一个，嗯，其实它就是一个吊子，想点完以后再冲，啊，点完一冲，对。其实这时候这个棋挡跟这个，其实这个双还是挺大的，这个局部，嗯，嗯，因为黑棋双完以后，这块棋白棋这两个拆二还是有点薄的，嗯，这不光这个目数大概有接近二十目吧，还有厚薄关系。黑棋也有眼位的关系，嗯，对，因为一般这种兄弟打架的棋形，嗯嗯、这两边白棋的目其实都要往回缩很多，嗯、所以大家看，其实是相当于这一排都是他的目，嗯，有二十目，应该就是实地就接近二十目，对，所以可能这个挡固然很大，但是双一个可能更大一点，对，这步棋而且还关系到可能黑棋在这一带，嗯、比如说以后黑棋如果还像后来这样子下的话，嗯、白棋这里可能负担更重一点，嗯。是这样的话，你抢了这个以后，白棋能够抢到这一边。嗯，白棋先点了一个。嗯，也是一个吊子，黑棋就跟着长。长。对，让白棋冲过来。嗯，这样确实感觉白棋其实在这条边的实控还是挺多的。嗯。黑棋如果这个后势不能够在白棋这一带有一些成果的话，可能贴目就是他的负担、嗯、对，因为白棋该走的都走到了虎了，这边也冲过来，嗯，所以现在黑棋要想办法在这边啊，从这边攻一下，攻一下白棋，他觉得不走的话，就将来这被白棋贴过来，他嗯是的，自己还要很单关联络，他可能不太舒服，所以他先走这个，先冲、嗯、白棋冲断，嗯，黑棋搬，白棋断，这样黑棋打吃、嗯、然后这边也有点薄，他要补上面接住，对，但这样白棋可以这里打，从局部来说白棋这个地方这几个子确实不是很好跑，嗯，你跳的话呢他是不是还可以有这种挖，甚至直接几段还是挖，好像不太好联络，嗯，但是你又不可能并一个，这个棋心又太笨拙了，这将来被黑棋飞过来，嗯，这个往外跑出头就是效率太低了，嗯，对，所以呢陈耀烨呢他当时可能从局部来看呢觉得白棋不太好硬，对，白棋的冲击还是谢尔豪这地方倒是也下得很灵活，很灵活，对，他就把这三个子看清了，嗯，因为他这个走完以后这马上有尖各种先手， 对， 对，所以黑棋需要补，嗯，但补完之后呢他刚好这里，对，其实白棋这样下的话目数也还是有挺大的收获的，嗯，这手棋本身也挺大的，白棋这样走，对，这样白棋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里还是留下了一点味道，对，将来还是能跑、嗯、但是呢我靠这边就是安定了， 对， 对，把这个看清，这个下法也挺好的，白棋对挺显明的，所以黑棋的这个冲击虽然局部来讲战斗很有力、嗯、但是被谢尔豪比较灵敏的这个闪过去之后、嗯、反而黑棋其实现在接下来的目标也有点不明确，主要这个棋黑棋控有点不太足、嗯、好像这个棋白棋控非常多非常扎实，嗯，黑棋控并不多，所以接下来黑棋要想办法先处理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这颗棋子、嗯嗯、对，现在就是这个尖是显而易见的好点，对，他先飞了一下然后拖了连扳，嗯，拖角，然后谢尔豪还是在这里，对，就选择了吃角，嗯嗯，现在的话黑棋就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直接打出来、嗯、一种呢可能就从外面这边各种地方去寻找借用、嗯、是这样，黑棋是选的这边寻找借用、嗯、对，嗯，他要打出来可能也这边还是实地太大了，对、嗯、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呢他连跳都不行，对，就是因为白棋这个子离得非常近、嗯，就黑棋可能真的要打出来也只能这样子、嗯、感觉上实在是不太满意，白棋这个还是很大的，对、这个、然后你如果跳被一冲、嗯、所以黑棋可能也就是要么从这边去腾挪、嗯、要么就从这边腾挪、嗯、实战他选的是这个方向，对、啊、但白棋就不能再硬一步、嗯、就跟贾刚路说的，你如果在这想在这边长套，那这个地方他一个手进、嗯、有一个跳夹，对，这一夹住的话呢白棋就很难办，嗯嗯，所以碰的时候不硬了，白棋虎一个，这都必然的，对，
这样的话，白棋其实在左下角这个棋群是非常满意的，是一个还挺完整，而且时控也不少。对，主要你这个碰白棋这边很厚，你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对，如果说从现在来看，你可能这一下还不如，就是我可能这样是不是还目多一点？对。现在因为多了这一下以后呢，白黑棋又觉得下面也不是很有意思。他反正就粘住你，可能。对，可能也没什么。下一手你下一手大概本手也就胡一个。所以实战黑棋是搬上面。他搬上面，因为对中间的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那个什么深远。对。黑棋搬了虎，局部告一段落。这样的话，白棋点一个、啊，白棋也很积极啊。感觉这盘棋谢尔豪的状态还可以。对他就是，这种棋他也不是说要吃你或者什么，他就想在这点占点便宜。对，在这地方也是吓唬吓唬。对他其实可能也不是说我要跑，就以后别我在这一带有子儿，你要补回来，我只要不要让你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中府就可以了。所以他也是相当于在这儿寻找头绪。实战黑棋呢就不太愿意自己简单的补回来，他选择了贴，但白棋就顺轻轻的跳一个，对，因为这边有个跳也是先手，就是隐隐约约有很多先手，黑棋要想抓住这白棋这几个字很难。对，这盘棋感觉白棋这个尖冲一跳，然后点了一跳，还有包括这里用了很多，对，那黑棋这个时候也觉得。这手棋很大，就是还是把它硬他可能怕再不硬被白棋什么并了或者团出来了。白棋这时候又脱先了，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将来这个地方还留个冲，你这个地方就围不大了，这中间。白棋整体很轻。所以白棋呢又觉得，哎，现在棋盘上眼见的还有一个好点。打入。这个局部我可以大家推荐一个手段，尖冲完可以靠这个。如果挡的话，我可以加这个。有这种。如果我再搬外面的话，那就打。我可能就打了，挡下来这样。这我大概要就这个。这样我或者再在这边逼一个。等于先手定型。但我如果长这种的话，长那我就爬。对，就等于说我走的话，其实想要目的话就活脚了。但我如果直接虎呢，还会被打一下，这应该是最不能。那不行，那是最不能忍受的。对，你第一下你如果搬上面，我可能也是一家。总之就是利用这一下交换在脚上。在这个局面下可以这样可以考虑这样。你如果虎的话呢，我就把脚活了。这个就立也就把脚上活了这个局面。把脚掏掉以后呢，这个局面呢就没有太多大的地方了。所以黑棋肯定会想办法把脚护住这个局面。现在的话白棋是直接挂进来。对，挂也是比较常见的嘛，比较普通。对。而且一般挂的时候其实是觉得黑棋这个子也不厚。他总觉得如果你在这一带比较注重时控的话，我可能对你外面还是一个对跑的感觉。但是这样黑棋是丁。然后飞出来。这都是堂堂正正。黑棋也都正常啊，白棋再飞。下到这时候，小江你觉得这个是形势？看着主要感觉白棋还挺流畅的下的，就今天感觉白棋从布局开始的跳，包括这个时候的飞，就感觉他其实目标挺明确的，就比较思路比较清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作为黑棋，就现在可能贴目比较重，就一旦在这一带好像没有处理好以后，白棋就是手握很多时控的话。对，现在感觉这个棋盘贴目有点难。白棋这边空这块棋，尤其这块空很大。对。所以呢，现在呢，陈耀耀估计他也意识到了，像他这么高的高手肯定也知道自己形势可能稍有不利。对，比如说简单的如果是再怎么拆拆二啊受控，对，他觉得即使是他啊这种很擅长收束的，他也觉得不是很有信心。对，所以他这个时候发力了。跨段。好的。好吧，这盘棋真正的第一个进入战斗吧，之前都是比较平稳的。就这里虽然黑棋想发力，但是被白棋闪躲过去了。那么面对这一次发力，看看谢尔豪会如何应对。这几步是必然的。然后接下来白棋怎么办呢？靠一个。局部来整整形。试下硬手吧。因为你只能你要想杀的话，你不能搬呀，搬被我顶了一虎已经简单活了。如果立的话。立的话呢，
力的话也不太可能是。力的话，我这顶肩一肩挡一挡，可能也不好杀吧。而且、可能肩我都只能往里跳，但是这边如果一旦主要这个地方有一压，好像我得顶压力长，好像挺难断的。哎呀，你可能要从外面断。断对，那我打一个，挑一个。这样我可以冲。冲，我有可能把这两个子弃了。那我还得回。那我还是有一冲这个地方。就好像我有点不解决问题。对，这个地方好像这压力长，始终来说，作为黑棋来说就不太好办。你如果长的话，你如果不要这两个，那黑棋其实吃的可能都未必有自己损的多。对，这个是白棋黑棋有点痛苦的地方。所以可能也是受到这个外面压了退的一个牵制。黑棋在白棋碰的时候，他不是很敢发力。他选择的是从外面断过来。白棋跳，对，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其实一般这种棋形都是能不打就不打，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是自己双一个，那么这一下交换很有可能亏，所以一般这种棋形都单跳。黑棋贴，对，比如现在我就不会跟你做这一下交换。然后黑棋面眼，他必须现在他既然这个靠断以后，他必须有才。甚至说要吃一点东西才行。要如果吃不掉白棋这几个的话，它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对，因为现在多了这个子嘛，白棋的这个就不成立了，就没有那么严厉了。所以其实说不定也可以。我觉得你这样下，因为你也不能这样后被我冲过来嘛，你也是只能冲，然后对，我还是有可能，我就往里面冲嘛。我这个棋的目的，只要两块棋能活的话，那这个黑棋控就不够了。你这样。这样走，你不管怎么走，我活好像总是没问题的。现在单过来也行。对，其实确实，至少白棋就是，如果说这边不考虑的话，他这个手段就还是在的。好像也可以压了长。现在，实战它是立，立一个，反正就有点这个棋感觉把这块变重了。冲。对，黑棋能够先手交换两下还是可以的。白棋的意思可能就是你现在直接跟我杀不一定。你现在杀的话，他可能是这个地方有一靠。如果我冲的话，你就一虎。对啊，冲一虎，你就好像很难杀。对，这冲下来。跳，我可能还得怎么走一个？这对方关键这边还有长出来。这样黑棋有点忙不过来。对，你如果。挡住的话，我是往外藏都可以。这样可能是黑棋只能这样被白棋连上。对呀，那我冲你一下可能稍好一点。对对对。但是，那白棋只要跑掉的话，对，我就接住你这边还牵一手棋，这边你比如说提，那我这边再跳回来什么飞回来，你这块棋还得忙活，对。所以他并不怕这个地方。你如果尖呢，对，他就，那他有可能就气了。这拐下来，这你尖自己，他断先手这个地方，你还基本上只要能被白棋把这儿拐下来，其实白棋上面死了也没关系。对，这一张贴还是先手，你很难办这个棋。所以黑棋没有先挡，黑棋先再把中间看能不能卷进来。对，他反正就是谢尔豪，他就是想法很简单，你如果在外面补，他就这个地方跳回来。对。白棋的目的就是我都能做活就可以了。实战黑棋先跳。先跳他就是。白棋还是靠。靠一下。靠一下的话就保证自己随时这里一长就可以连回来。所以白棋的意思就是我这两个看成剑合，我从这边过来。他只要把中间处理好就行了，白棋意思这块，他这块已经。那黑棋现在。长了一个，长一个应该就是间接的补这边吧。实际上，因为你再长的话，它现在就可以刺了。你再粘的话，那我可以先冲。对，那我冲过来了。那跟刚才这个地方拐了，冲出去，白棋就挡不住了。刚才没有这个子的话呢，是黑棋明显不行。你拐我长，你再冲，气是紧的，我就扳住你。所以它这长呢，大概是间接的补这个，把白棋的这边的后路给断了。对，哎，同时呢，他觉得这多了一个子，我就是中间可能跟你也有可能。他说你长，我黑棋不白棋不管走哪做活啊。
你始终这样，对对对，你再你跳那边、啊，那我现在就要从这边杀中间了，白棋。对，这样还是挺看不清的。所以这时候呢，谢尔豪呢，先把好像是，先把这贴住了，先把这个贴回来。这确实也是。这里还是很复杂的，对，也很有勇气，对，因为黑棋呢，首先，白棋先要算的就是黑棋能不能直接跟中间杀，但是看起来如果被白棋对收一收，感觉白棋的气还是挺长的。对，这个地方气有点紧，我瓦粘完一夹什么的，你如果要冲断我的话，一般在收气的时候，这种瓦粘还是挺好用的。对，不管靠哪个，我估计对，对，看好像。我觉得这个黑棋还是危险，他在将来白棋这个粘还能延气。对，就这种棋形其实白棋气还挺多的。反正黑棋目前来看直接冲是不行的。对。所以呢黑棋要在这边延气。对，如果你比如白棋说你担心这里要死的话，你在这连一手之类的。那他如果先对。我就走一下。比如说我就当这个有个先手啊，我就冲过来。对，他现在主要是白棋这边都连不上了。是。所以看起来这个时候其实白棋也有点对对有点危险啊，这要是死了要是无缘无故就死了的话，那黑棋还是成功了。对，但谢尔豪可能他也有他的招。他已经有加一个他就弃子了，从这个下巴来看。但是反正白棋我觉得下的不是特别简明啊。当然对，挺乱的感觉。我觉得他当时好像就什么时候压了一场就可以了，当时就不要给黑棋断这个的机会。对，即便断完以后也是压了一场。最开始压了一场也可以。对，实战他又在这儿定型，然后对，反正现在这个加过来这需要很大的计算量。看实战嘛，他现在是准备弃这块棋了，现在对，实战黑棋利嘛，也是不给白棋借用，因为你无论跟着拐什么的，其实白着跟白棋跟你走，就这一下你可能未必是便宜的，所以他觉得让白棋薄一点。那接下来白棋的招法哇也很紧凑，点了一贴，全部紧住黑棋的气啊。要冲。冲一下。然后黑棋实战是收气，白棋贴。收的哪个是收这个。这里的话我看 AI 是推荐就在收之前先断掉。这样的话就是你虽然这儿撞了一气，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它这样应该是平一目的意思，对，就不入气，然后再回到这个。因为后来白棋贴了接住的话，这个地方有12目白棋，这样如果呢黑棋还是能杀掉白棋的话呢，那这地方就是我刚才数到这是10，后来是12目，1、2、3、4、5、6，就9目，至少差了3目棋。这差3目这个差不起啊，尤其是对哈、他们这高手相争。所以这里可能他可能这样断，虽然自己一气啊，但是这个断着两下，这边可能白棋不好收气。他可能还是快一气。对。所以这里的话黑棋错过了一个小的机会。局势接近的机会。对，实战吃回去的话。实际上就差三目棋，有可能这样冲了断白差三目棋。那就被白棋度过了这个本来变复杂的一个阶段。因为确实刚刚感觉下到黑棋挡的时候已经有点看不清了。就被贴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这边收棋的结果了。对，那么这样的话就定型完了。一拐。对，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对，反正黑棋杀还是把白棋杀了，快一气，1、2、3、4、5。白棋四口气。但问题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白棋这地方多成了三目棋，跟刚才这个黑棋冲断比。不过这棋确实也不容易想的，而且得你先自紧一气呢也冒着很大的风险，肯定得算半天这个地方。对，得算清楚。先冲断，对。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告一段落。然后白棋是选择了冲这个。因为白棋这一块毕竟死了一块，他觉得我冲了你至少得苦活一下。你需要做活。其实谢尔豪从这个当时哪步棋贴开始呢，他应该就算了这个棋完子以后呢能够稍微搜刮一下，搜刮以后然后再冲击这块黑棋。对，这个棋确实看起来也不是很好活。局部现在好像我如果打这个，对，打是全，我如果能打着的话好像应该活棋不大。我如果比如说我团先生，对，那我就已经活了。你不管怎么走，我就可以靠。对，如果你要点我的话，我也可以靠这个。也靠这个是吧？直接点。对对。
这时候再靠一靠，好像也挺难对付，因为黑棋这个接是先手，接完这一立就活了。你可以把黑棋这个接看成先手，因为白棋点的目的呢，就是说你点着以后呢，那我再，我甚至都直接点进来，所以点的话呢，他先靠一个很难对付这个棋。感觉黑棋还是有点弹性，对，这样的话可能局面虽然是白棋稍好，但是也还是有胜负的，因为毕对，竟黑棋也还是吃了挺多的目是，数，这样可能还要收数。但实战黑棋断上去好像效果并不好。黑棋断的这个是吧？对，黑棋可能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是个机会啊？跟白棋中间会不会有一点？他其实断，我们待会看看，把这他全收掉了，这一贴，对，这一贴啊，接然掉，哎，后是接掉了吧？接啊，接黑棋接在这儿，对。这一带白棋都先手。啊，那其实没有什么，白棋肯定是活的，就是我再不济，我肯定能活。对，他断就想对中间先手嘛，先手完了，他觉得这断完以后再打吃做活嘛。更简明。但这样的话，主要是白棋可能可以在这儿腾挪一下，就不一定老老实实的赢，就是和之前团相比就活得特别简明。现在就是你毕竟是把白棋自己一块肯定活的棋断开了。对，有可能这题你断，有可能被白棋会被点一个将来。因为你点的话呢，你现在搬的话呢，他就可能吃这个因为毕竟我中间也是活的，了。所以黑棋这步断，你被点着的话，你这棋就不活了，他就是哪怕再补一个。这步就活不了了。因为你这局部你走这个的话，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走这个呢？就打劫活是。不一定能活，好像这个棋如果我打吃了挡的话，吃了挡，我一吼你，可能就不活吧。那我也没什么办法，是那本来也不好活，吧？是不是都活这个你也不好活？所以我不能被点到对，这一不能下，被点不能被着。点到这一看下。他实在是，谢尔豪是靠了一个是吧？在这边他反正，对，就感觉白棋反而又有棋下了，因为如果我本来团一个，我不怕你点，我一靠，那就我活得还挺清楚的。你比如你靠我，我就跟着应之类的，你总是要，就我把这个和做活看成见和。实战的话，就很有可能你这步棋不一定有明显的作用，但是让自己就变得有点苦。实战白棋靠，黑棋反扳。那这个作为白棋来说，总是不怕了，在这个，对，越乱越好，感觉这里是。因为你这块没活，它总是有机会腾挪，我觉得好像。是的，所以这里感觉黑棋这步断可能又是一个小失误。按正常来说，他现在只能是吃这个呀，吃这个，他觉得他还是担心这个地方被点一下，现在点是走什么的呢？就是一样的，如果你硬，我一补外面就已经不太好走了，但是你局部现在也不是很好处理，因为你现在再走就来不及了，这白棋可以把你啃了。这样等于你这两个也还是没有完全联络。总之，你如果硬，他估计要点进来，点进来。实战黑棋是冲这个，但怎么看着这个冲，感觉气也挺对，紧的太呢？紧了，气他接住。这个是绝对先手。他断，这样被通 low 包的话，感觉有点太简明。对，因为白棋可以从这儿吃，黑棋现在是不能粘这个的，就被一打吃，局部已经不活了。然后白棋就中间打一打，把自己做活，你还得自己补，所以黑棋要提。但这白棋一打吃，他现在大概不能接了吧？这个就得打一下是接，我甚至单拐一个，你怎么办？吧？你还要点我是不对了，这棋。吧？对你打吃还对，可以，就如果我因为要你走长外的面，话，直接就对。点了，冲死了。这个点好了被像，冲死了。黑棋没气了，这样。不能接了，接被我一拐你就崩了。那我不接，我这一串也不是很好。不接的话，我明显又被你提了七八目嘛。对，被提了太。关键你提完我以后，我气还是紧的。就是我现在，如果活是是能活，走黑外棋面，对，对，然后提掉，但是我气还是很紧，就我活的也不是活很是舒能服。活，但是可能这地方被白棋提了以后太厚了，可能这个空可能
不一定够了。嗯，你虽然是吃了这20目吧，但是白起这也成了好多目，而且中间这也成了好多目。对，而且现在这种活棋就是让白起，比如我点一下，然后我等于正常搬展，你都是全部要被我收到的，收得很惨，对。对，所以这里就是黑棋活是活了，但是活得并不开心，然后包括这里还被提了撒。所以如果我们回头对比一下，黑棋这步断肯定是有问题。对，白棋冲的时候，其实黑棋简单跟着应，不至于这么惨。就团一个是吧？就等于相当于我不做这一下跟你的交换，可能会好一点。但这样的话，其实定型完以后，然后白棋抢先在外面。有些棋就这样，你活了，活得很苦的话，可能这棋立马就形势就很简明了。就跟昨天我看赵晨宇跟那个陈真旭一样，就那棋无论如何不能去做活，做活就是。对，其实这盘棋下到这儿的话，真的就像黄老师说的，这里如果被白棋提通的话，白棋就会下了，因为白棋现在全盘没有薄的地方。如果说黑棋目不够的话，就是干不够。你现在怎么收它，其实对于这些高手来讲，如果你是完全跟后薄没关系的话，就很难。这地方多了12目，这地方也中间多了10目、22目。跟这个黑棋吃的这个目已经抵了。对，那现在还该白棋。对，白棋还抢了先手。白棋再把这一虎。这样黑棋其实就很难了。好是吧？对，黑棋感觉中间的目还缩水，就总感觉特别薄，什么我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什么这一带走一走，总感觉黑的目还是挺薄的。对，现在黑棋当然因为这盘棋很关键，打掉，哪怕形势不好，他也不会轻易的、就是、对，还是得收，要耐心的等待。为了稳定军心，他也不会轻易的输的，反正这个团体赛就这样。是的，打好。而且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棋下到后面也万一对手也是有可能有一点点失误的空间，所以总归是要继续乖。啊，这个是白棋的权利，然后收啊，长一个，长一个，下一手这个中间一走，估计这两个字就要掉了。他还是提了一个，这个也确实是先手，因为下一手打吃也很大。白棋跟着应。啊，黑棋就继续拐。啊，白棋的招法感觉应该对形势也比较满意。对，就是你走我就跟你应。咱们就正常收。确实下得很稳，白棋的胜。那黑棋中间要防他吃两个，挑一个。对，你要我都给。先点一下。你冲在这儿以后，我就把中间看清了。反正这个形势目前贴目是很困难的，可能牌面好一点。好个3-4目的样子。对。就是属于没有输很多，但是呢因为棋盘有点小。对，而且白棋也很好收，很厚。基本上可能有一点变数的就是这里和这里的官子，但是在这种地方如果想插出3-4目还是比较难的。白棋就简单的收。黑棋也跟着靠住。加进来。对，这个是可以定型的。还是先手权利。没办法。挡住，对，这样，然后白棋把这个夹了，感觉这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数。这盘棋关键其实，还是上来其实黑白棋就占了一些优势啊，从这里开始。对对对，这个只冲死以后后来这白棋也下得很简明，把这三个弃了。对。后来其实这个地方下得很乱，白棋有一度我倒是觉得黑棋有一些机会了。就是说刚才说的，然后先冲了断，这个地方如果插三目的话，这个棋就变成一个半目胜负了，很细了。对。后来呢这个地方可能定型，黑棋也稍微有点问题，所以最后被白棋这样提完以后呢，白棋就这个棋比较简明易下，最后虎到这个。是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他虽然还是收了一些但我想对于他们俩来说也知道这盘棋黑棋是很难的。应该也知道他们。接住我们就摆一摆吧。对，把这个。黑棋接。再摆。黑棋粘。然后把中间尖一下。白棋就都跟着应。对。现在白棋就是安全运转啊，黑棋尖，希望中间能够围住一些目数。白棋就搬一下，然后把这个粘回来。因为这个粘的话对于冲了冲对是先手。很大先手。黑棋跟着应。
白棋啊，跳这个。跳一个你靠它有加的棋。对，所以黑棋其实就这个棋形本身对白棋力道的话，其实从没有纯太实多控的目角度，不是很多。他可能更多的当时是把自己变厚一点。打了一个吧。冲了一下。好，那他就度过了是吧？对，对，读过，然后打实先手，白棋侯，苟住，黑棋苟一下。他将来就准备从这边冲的时候关了白棋，他紧住气。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侯就不一定便宜。如对，果他不是为了冲掉的话，对，黑棋有八张的先那就手。接住就可以了。他现对，在。他所以应该是想好了以后要怎么收，比如黑棋现在得把这个夹住。白棋还要加一对，下。他觉得有利嘛，劫财有利，你团打他可以这样子。是因为黑棋现对，在他白这棋全是全劫财，盘，这很多劫，他没有办法，所以黑棋只能对，是只能无条这件个退让。然后白棋就像黄老师说的，把这里定型，这样就没什么变化冲。了。然后黑棋断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加掉，哦，这还可以，哎，一他样这样的，就收官，利他他又就挖是，三，非常细腻，就把那个劫财，反正他觉得也不会亏，这样就都定型了，这棋盘越来越小。感觉上，其实白棋后面的收官策略是，他不一定是挑最好的，对，但他一直在挑最稳的，是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厚。然后看白棋现在把这个度过，然后黑棋，拐这个，这个这样五五目目棋，也很大，然后白棋搬，把这个收。这是搬一个，搬了，黑棋主要走完还可以先手收。对，他这个搬是一个好的收官方法，你千万别这样冲啊，你冲完再一弯，其实也也可是以，先手，也是牵手，这 冲完对，还是有事，这搬，那其实黑棋本身自己力收也挺大，就是这个，对，但实战它是对，你说退，两目多了。对，然后白棋虎，黑棋团住，然后白棋，这就没有什么这最就后，越来目都越来越小。对，下成这样的话，白他最棋，后这一下被打一个还很难受，哦，你只能接住，你踢的话被他打了一顶，这边又多了一目，但他也不愿意，他还是想他还是求踢变，了是吧？他想打了一下什么地方冲，打掉，然后还是踢，是的，他最他后就打接掉，受被。黑棋这样，然后这一顶，这样就没目了，基本上已经。白棋确实作为厚的一方，感觉打着打着就长目，然后最后白棋把这个对，给，先到这就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关子了，把这个连上，大家都是铁厚，下成这样。反正这盘棋最后结果也出来了，是最终白棋一又四分之一子胜，那么谢尔豪就基本上以一盘完胜的状态，拿下了这盘至关重要的主将战。那下到现在呢，其实比赛的这个比分也出来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天津队和北京队在这个保级关键战当中呢，天津队是以3-1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等于没有用上主将战。然后我看唐伟昕虽然之前的胜率不太高，但是最后呢还是终于战胜了郑旭。那么给大家汇报一下，天津队和北京队呢，就是第一台王泽璟胜郭新义，然后第二台谢尔豪是我们今天讲的主将战，战胜了陈耀烨，第三台唐伟昕胜郑旭，然后第四台李承森负于韩昱洲。另外一场保级战呢，是这个，衢州烂柯4-0战胜了洛阳所以说虽然第一天2-2很激烈，而且甚至有一度可能衢州烂柯要1-3，但是最后一天可能缺乏了这个伊利寮的带队整体洛阳队的状态并不佳，最终以第一台陀嘉熙胜许一迪，第二台金志熙胜胡玉涵，第三台胜陈玉农，第三台陈玉农胜周贺喜。第四台乌光亚胜叶长鑫结束，然后在争冠区呢，苏泊尔杭州队昨天是3-1江苏队，今天再度3-1江苏队，然后是连笑、申真谞、李清成，连笑和申真谞取得了胜利，然后李新成输于黄云松，谢柯胜赵晨宇，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等于苏泊尔杭州队是挺进了决赛、然后洛阳和北京队北京遗憾的降级了、那一场呢那一场现在那一场我们看一下哈，那一场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算了一下、就是看主将战成都跟杭州名媛，对，我们再把最后的悬念给大家揭晓一下，下完三盘好像是成都2-1领先是吧，我记得是，哇，这盘棋还没有下完，就是要看丁浩这盘棋了，丁浩跟朴廷桓这盘棋谁赢谁就晋级，对，而且经过最后的这个收束啊、刚刚应该说是白棋应该优势比较大，对，我们当时觉得白棋现在是可能白棋有可能要输半目、但是还在打，还没有完啊。那丁浩那个就是有可能要立功了，对，因为我们刚刚算了一下、这盘主将战会决定最终是谁来跟苏泊尔杭州争冠、那现在看很有可能是杭州两支队伍会汇合，对、还是说我们的成都队作为常规赛的第一名可以继续冲击冠军，能不能逆转吧，成都第一场是1-3，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两盘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后天呢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最终的争冠战，最后的是吧，最后的19号20号是对，19号20号是最后总决赛冠军组的、好，那这里的话呢就是也为洛阳和北京队感到遗憾、希望他们今年继续努力、能够早日回到我们的围甲赛场当中，好，那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收看。